刚从成都飞到稻城，到这里呢要开车到理塘，这个飞机一降落就头晕，的确头晕了，这海拔不一样，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这么高的地方，还背着这么多设备，的确头晕了。现在吃点那个缓解高原反应的药。休息去了吧，主要是装死的。这里的风景很美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看那个外边的石头，它在地上很均匀。非常大块的石头遍地都是，然后也看不见周围有什么山坡它从上边滚下来的，就不知道它怎么到那个地方的，有点像从地里边长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我高原反应比较强烈，头真的很疼，然后回到酒店，他说那个有氧气机，我说那来一个吧，我没想到是这种医院里边的，你看，然后得带着这么一个东西，就真的感觉好严重，我就躺在床上就不成样了。现在那个我感觉到舒服多了，这个昨天晚上真是太难受了，我什么药都吃了，他们说那个可乐特别管用，然后我就喝了可乐，我吃了头疼药，我买了他们的那个高原反应的药，我吸了那个氧气，我什么都用了，结果躺下一去以后，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吧，头就完全不疼了，特别特别奇怪，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吧。然后昨天也是下着雨，特别冷，然后今天就太阳就出来了，所以今天可以开始工作了，真的不错。